恒大汽车基地各车间曝光，全球知名设备供应高自动化生产线。日前，恒大汽车生产基地首度曝光，恒大汽车分别在上海、广州有两家生产基地。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上海、广州生产基地视察，工厂内包括机器人、全自动化的生产线。以初具规模，恒驰纯电动汽车量产只是时间问题。重压车间设备采用德国舒乐，拥有 MMS 智能自诊断系统，具备世界领先技术的全自动重压生产线。车身车间采用德国库卡和日本发那科设备，运用数字化双胞胎技术，是世界最先进的高端智能黑灯工厂。涂装车间引进德国杜尔生产线，可实现全自动喷漆、涂胶，并引入恒制烘炉、快速换色等先进技术，实现环保智能的定制化涂装。装配车间采用德国杜尔装配线，全球首创虚拟匹配系统，是高自动化率汽车装配线。恒大恒驰首期推出了六款车型，产品名称分别为恒驰一、恒驰六，分别为两款轿车产品、三款 SUV 产品和一款 MPV 产品。目前工厂已经初具规模，易车会持续关注恒驰新能源汽车的动向，第一时间带来报道。